得不足够，没有相恋得细腻。如果你现在放弃，来吧，就让风霜卷起。我只辛苦你，是我不懂得珍惜。这次感受到了上海了，上海了怎么样？我喜欢上海，我爱上海，因为我觉得那些餐厅啊、酒店啊、地方都很漂亮，是吧？漂亮。他喜欢漂亮。其实我无所谓。其实每一个地方也有他自己的特别，像上海啦、北京啊，我去过地方啊，还有就是海口。深圳、广州也有他们自己的那个漂亮的那个地方，但是我比较喜欢就是冷的天气，会下雪的地方。听说上一年上海也下雪了，是吗？很冷啊，我知道很冷啊。应该如果上海下雪之后应该很漂亮，有很多比较老的建筑物，上面铺了一层雪，应该可以，我喜欢拍照，所以应该很喜欢。那昨天上海那么多赛事，好像都很热情。这次来上海做宣传的话，会不会觉得那个香港的代理比那个香港的代理更热情一些？上海的 fans 真的很热情，很热情，而且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有心。他们送的东西都是我们在访问当中说过的东西来的。对，我们喜欢的他们就送什么。你们很厉害，但是跟香港的 fans 不同，可能我跟黎智也住在香港的，可能香港的 fans 呢，走到街上面可能也看过我们，看到我们可能不是一次，或者是可能看了很多次了，所以没有什么，他们也热情，但是比不上。国内的 fans， 国内的 fans 我们很少有机会看到面对面的看到他们。那这次来上海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？我是吃东西。对，我也是。对，在上海很多东西吃。我真的很惊讶，就是上海很多这风景啊，那些比如说那个就是那个旧的有，对，旧的新的也有，像东方明珠那个茶，对，很特别。那个还有他旧的新的混在一起一些的艺术的东西，我很喜爱。那这是谁两位觉得这部戏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看点是什么？不想我们请站在对方。妙手仁心里面，因为在香港。放的时间是晚上10点。其实我自己，如果你给我挑的话，我会选是9点到9点半那个时段，因为10点钟呢，大部分的人都很累。但是我们成功的一点就是在10点到10点那段时间，我们也得到了八十个 percent 的叫什么？我们收视率吧，这个我们已经很满足，很满意。那大陆有那个张铁林三张一张王的一个电视剧是吧？就是张铁林啊，还有那个张庭啊，还有那个张国立，他们拍戏呢，就是拍那个什么康熙微服私访啊，很好看的，然后他就拍续集。会不会觉得你们这个妙手仁心用的是特别的收视率特别高，而且很符合那个观众的胃口，所以就继续的拍续集，你会再拍妙手仁心4啊？在一起合作，希望有机会吧。其实看《妙手仁心3》之后，因为连继徐如果要派调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，这个是很困难的，真的很困难的。像我们经济运业，我们拍了30集，我们不想再拍了，因为其实我们怕就是在故事在创作方面其实很花功夫，很容易受伤的，那种伤是很痛的。那你是和那个宝仪，有没有说想跟国内的哪些比较大的一个导演和演员合作？有没有想过？他有的。我希望跟冯小刚，因为我
见过他，就是看过他，看过他很多电影。就手机啊，那个我也看。那个他拍摄那个手法，我真的蛮新的，很喜欢他。其实国内我看也有很多导演呢，很多创作人，他们现在的那个拍摄的那个方法跟我想大概是希望啊，3年到5年之内，我们中国的电影电视已经应该很厉害。对。再有，我想问一下宝爷哈，你觉得李治在你心目中像不像一个大美女？像，他一起床我就说他美女，起床了。美女，然后晚上的美女晚安啊，她真漂亮啊。因为呢，我每一天都要请她吃饭。没有，你昨天没有。为什么每一天要请她吃饭？因为她说我美女吗？你不是美女吗？你是不是？你是不是？那反过来，他算不算是帅哥？哎，你要小心啊。他是一个就是很有吸引力的一个男人，很有魅力的。他不是那种就是眼睛大大鼻高高的那种，就是不是古天乐那种，他说。但是他是很有魅力的，他那个眼神是可以吸引到就是女孩的那种，你们同不同意？嗯，我最讨厌就是人叫我帅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真的不帅，真的，我自己知道自己不帅。但是他有他自己的风格。嗯嗯。嗯。那这是接下来的，好像有一部那个电视剧还跟你在拍摄中，还又再度的合作，能给我们介绍一下？我们在银川拍的是什么？火舞黄沙。对，火舞黄沙，这是我跟黎姿是算是第三次合作。在戏里面我们。是一个就是夫妻，对，就是这个比较奇怪的夫妻，因为什么奇怪呢？他时常虐待我，啊、我虐待你，我打你，对，嗯、那为什么要打你啊？你变态了？啊，不是我变态，就是变局变出来的，就是我们的关系不好的，真的很不好。但是我打他，我不喜欢他，我要他走，然后他又回来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就是缘分。我时常都要跑掉，我跑离他的家，就是他林导仪的家门，我要跑离，逃走之后，我就再回来好几次，很多很多次，然后呢，真正爱上他了。这是犯贱。但是呢，他呢，最后都不是不爱我的，我是为他付出一切的，可能是金枝玉孽的那个就是故事啦。是他为我很多，他为我付出一切，所以到《火舞黄沙》这部戏呢，我要为他付出一切。在戏中演，夫妻每对情侣，在生活中两个人好像一个为情一个为嫁，有没有可能走到一块呢？有可能的，因为他有男朋友。你有女朋友？啊，有，但是我们还没有结婚嘛，这个应该有机会的，对的，嗯。你看他在我身边真的很开心，是发自内心的开心。对呀、啊，看得出来。这个对手是很好的，因为很多时候他会就是很细心啊，而且他很喜欢去逗人开心的，因为我很了解他的。现在这个访问，刚才那个访问，刚才他刚睡醒。没有，他都没有兴奋。对，不兴奋的，现在你看看。好，收舞好的，收舞网的，收舞网的观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黎姿，那谢谢你们的支持，那希望你们也支持《妙审人心三》。收舞网的网友，你们好，我是林宝仪，希望你们有时间的话就上网找我，看我的消息，看我的新闻，看黎姿的新闻啊，嗯。看我们的火爆新闻，什么新闻？火爆新闻，嗯，哈谢谢。